哦，这关什么？撼动天空啊！为什么技能那么少？深入虎穴是吧？深入虎穴的话。一样吧。会有哪些英雄哦？哼，让我猜猜，凯利根、斯杜科夫，然后德哈卡，还有一个是。杂加啦，我是尼亚德拉。现在，哇，真别说啊！皇正听着呢，继续我们的霸，说吧。他们根本搞不清楚我们的能耐，我都怀疑我自己先玩过啦。虫群，你的女皇正听着呢，说又你的女皇正在公司可我去，什么？我一定时候到了，说吧。你的女皇正听着呢，蒙斯克会复活。什么事？说吧，你的女皇正听着呢。继续我们的霸又怎么了？说吧。又继续我一定会复活。你的女皇正听着呢。说吧，又怎么了？蒙斯克，什么事？我一什么事？蒙斯，有话直说。我觉得雷诺小队比较强哎，各有各的优点，好吧。你的女皇，什么？说吧，又怎么了？我蒙斯时候到了，你的女皇就说吧，什么事？时候到了。又我你的女说吧，蒙斯克什么？蒙斯克什么？又怎么了？你的时候到了，说吧。这个星球是我的，又怎么了？蒙斯，你的女，别过来，兄弟。什么事？继续我们的霸业，这说吧。我什么？又怎么了？你的女皇正听，蒙斯克会付出代价。说吧，虫群与我。装奶，这组合。这个星球时候到了。靠！后面怎么怪？继续我们的霸业。相当尴尬。这个星球有三奶吗？你的女皇正。哎、欸，白痴，这个真的是三奶，太强了啦！适者生存，这可能是最强的哦。这个星球是这样看起来。说吧，又怎么了？时候到了，你的什么事？四奶。
时候到了。说吧。你的女王正听着你说，又怎么了？这啥意思？蒙斯克会付出代价。刚也想问。是，像是。我听到了。Boss， 你的女王正听着，蒙斯克会付出代价的。又怎么了？方面对圣王的面前。虫群会征服一切。说吧。是，你的女王一定会复活。什么事？继续我们的霸业。又怎么了？这绝对是凯利根太强了。斯克会复出，我一定会复仇。不管是雷诺小队还是神族小队，里面只要多了凯利根，说吧，又怎么了？都很强，就是凯利根太强了。又怎么了？你的女皇正听着呢，时候到了。不用啊，干嘛丢分身？根本用不到啊！蒙斯克会付出代价。说，什么事？我一定又怎么了？你的女儿之后，蒙斯克会付出代价的。适者生存，又怎么了？说吧，我一定会复仇的。什么事？我们要加快脚步。你以为少了凯利根我就过不了吗？毁掉一座了，我一定会复仇的。说吧，蒙斯克会付出代价的。又，你的女王，说我什么事？没有啦，这残酷的、啊，英雄太强了，感觉他那个英雄关都只是让人家玩爽的。时候到，我一定又怎么了？时候到，蒙斯克。什么事？说吧，你的女王，我一定又怎么？蒙斯克又怎么？时候，说吧。开始了。我一定会说吧。什么事？时候，我一定会说。你的女王正听着，说吧。又什么事？时候到了。我，你的女王正听着呢。什么事？说，你的女王。三奶太强了。一定会。说吧。一奶。什么事？又怎么了？蒙斯克会。时候到了。又怎么？这些生物感应到你，就会爆炸。哇，会痛欸。你的女皇正听着呢。什么事？我一蒙斯说吧，你的女时候到了。又怎么？你的我一说吧，又什么事？你的女皇正听着呢。蒙斯可会复出战斗。什么事？又怎么了？蒙斯可时候说吧，你的女皇正蒙斯又怎么了？说吧，什么事？你的我蒙斯克会付出代价的。时候，什么事？我你的什么事？又怎么了？说吧，又怎么了？时候到了，蒙斯克会付出代价的。你的女皇正听着。我说，越来越多小蟑螂，太牛逼了吧！到，我一定会复仇。我们没有极限，你的又怎么了？真是，时候到了，虫群会征服一切。说吧，又怎么了？你的女
亲人，什么事？十个就掰了，对啊。此刻会是，我一定会复仇的。我们没有极限，适者生存。什么事？道路清空了。给小兵哦，小兵有用啊。小兵肯定有用的啊！你征服世界难道靠你一个人吗？小兵都没有用啊！这个星球是我的了，虫群会征服。说吧，我说吧，要你时候到了。我服从，把握现在，继续我们的霸业。你的女王就听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我一定会复仇。说吧，时候到了。你的女王正听着呢，又怎么？我说吧，什么事？蒙斯克会复仇。什么事？你的女王又什么事？蒙斯克会付出代价。又怎么？你的我说吧，又怎么？什么事？蒙斯克说吧，时候到了。我你的女王正听着呢，蒙斯克会复仇。你的女时候什么事？是说吧，时候到。你的女皇说吧，又怎么一定什么又蒙斯克会付出代价？说吧，你的什么什么又蒙斯又怎么？先打空军吧，空军比较简单啊，还是你们要直接看难的？说吧，我是觉得先从简单的、啊，空军比较简单了、啊。你的我你的说我又什么又怎么了？说吧。蒙斯克，蒙斯克，时候说吧，你的什么？说吧，你的女王正在听着。蒙斯克，我一定什么？说吧，又蒙斯克会付出代价，又怎么了？你的女皇正听着呢。空军禁感染，按、啊、你自己在玩的时候，你有用感染吗？那就不要用感染了、啊。那你地面没神器过了没？过了是吧？还剩最后。好猛哦！不愧是加可可。什么事？蒙斯克会复出。被我一击就过了。厉害厉害厉害！你的女皇又怎么？什么事？加可可果然是有潜力的人啊！又怎么事？什么事？说吧，我一定会蒙斯克会付出代价。又怎么了？你的时候什么事？蒙斯克，说吧。你的女皇正听着呢。我又蒙说什么事？你的女皇正又蒙斯克会付出代价。什么事？说吧，你的女王正听着。又我你的什么？又说吧。傻小子。蒙蒙斯什么时候？你的又蒙斯克会复仇？说吧。进来。什么？蒙斯克会复仇？我一定会复仇。放开那个女孩。说吧。我叫你放开那个女孩。又什么？我想这伤害绝对比虫族高啊，比神族高。那个神族，我打到这个岩石爆了，那个末日兽血还有一半。又说吧，你的女皇正听着呢。对啊，末日兽啊，是血1500的那种，还是2500？杀了他！什么？蒙斯克会付出代价。说，时候到了。又问，王正听你。蒙斯克会什么事？说，一颗流，一颗弹都不留啊！大毒精，他在产卵，摧毁他们。怎么了？你的说吧。什么事？
时候，他自可会付出代价。我又怎么了？说吧。虫群与我同在，什么事？你的女王正听你。马斯克会付出代价，又怎么了？我说又怎么了？我什么事？你的女说吧。蒙斯克会付出代价，什么事？你的我说你的女王正听说吧，什么事？蒙斯克会付出代价。哈，又怎么了？一点意外都没有，我玩魔神族这边还死掉，我的那个相位工匠死了，这个凯利根根本就没有不可能有意外，你三奶四奶，然后逃命是吧？你的女皇正听着呢。我们快没时间了。我们没有极限，勇气十足，绝不留情，把握现在。我方的部队受到威胁，莫斯科又怎么了？是者生存，生者死。说吧，你的女皇正听着呢。虫群与我同在，我时候到了。什么事？女皇，又说吧。蒙斯克会服。什么事？我一定时候。又怎么了？什么事？说吧。你的女皇正听我说吧。蒙斯克会服。又，你的女皇时候到了，我一定会复仇。虫群遭遇敌人了。凯利根打凯利根，没有错啦，两个都有翅膀好吗？最后之战即将到来，